尊敬的戴笠女士，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来自中国贵州雷山县，非常荣幸您参加这次自然资本国际研讨会。这里要特别感谢保爱心基金会、斯坦福大学的辛勤邀请和精心安排，让我有机会与大家共享、共同探讨保护生态资源、实现生态产品和自然资本等重大课题。两年前，《纽约时报》公布了世界上52个最值得到访的旅游目的地，中国有贵州和杭州榜上有名。对贵州的评价是原生态的山地部落，保留了更多的生态资源和传统文化。而我的家乡贵州雷山就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下面我从雷山县基本情况、致力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实践，以及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惑等3个方面进行交流。第一部分，雷山县位于中国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南部，总面积1218平方公里，人口15.7万，其中苗族人口就占了84.2%，境内森林覆盖率72%，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推荐为10大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旅游目的地和首选地，被誉为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和原生态民族文化博物馆。第一，雷山之美，美在浓郁的民族文化。雷山县境内没有苗族文化资源丰富，全县共有330多座苗寨，有世界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有苗族刺绣、苗年等1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于国家级的名录，是全国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最多的县，没有之一。雷山民族节庆繁多，素有大节369、小节天天有的之说，苗年、知心节等节庆热闹非凡，被誉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雷山的少数民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芦笙舞、苗族飞歌享誉海内外，被誉为世界苗族文化展示中心。二，雷山之美，美在良好的自然生态。雷山是山的王国，苗岭主峰、雷公山纵横整内，因此雷山因山得名，因山而特，因山而宁。雷山的山横大万里，既无天际，四季分明，境内生态资源良好，有野生动植物5000多种，空气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高达50000多个，被誉为天然氧吧和物种基因库，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三，雷山之美，美在古朴的传统村落。雷山位于中国西南的腹地，物质文化遗产通常与传统村落、居住环境、生产工具
养生、美食等固化下来并传承至今。雷山民族村落分布广泛，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代表的58个传统村落，是吧？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代表的58个传统村落并列为中国传统村落，为中国拥有国家级传统村落最多的县，其中有三座苗寨被誉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雷山传统村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以木质豆角楼为主，依山而建，傍水而居，具有很高的建筑学、美学等方面的价值。居住在这样的村落里，可以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走山桥。第二部分，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保护好生态资源，传承好民族文化。这两个宝贝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了良好的提供生态产品也是生产发展生产力的基本理念，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第一，深刻认识自然资本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背景。世界各地对包括生态和文化在内的系列自然资本越来越重视，中国已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基本方针方略。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中国从2011年开始全力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主体功能区理念已成为广泛共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得到充分展现。其次，科学认识生态产品的价值并进行核算。我们讲的生态主要指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宜人的气候、浓郁的风情、厚重的文化，这些东西对人类来说具有宝贵价值的，我们要充分保护好、利用好，充分认识到这些东西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恢复，就算恢复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所在的黔东南州是全国自然资本价值核算试点，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就对黔东南全州的自然资本进行了核算，在保证其自然生态系统严谨性的前提下，结合核算方法初步核算出雷山县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接近每年50亿人民币。下一步，我们还要在保证民族文化原生态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核算文化服务功能的价值，因为只有核算出了价值，我们才能够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前提下，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导向机制，最终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仅仅做到用好它而不破坏它，就如戴笠教授所说，
我们要保护生态，要想保护生态环境变得有利可图，要实现先占着的树比砍了的树更有价值，实现我要你保护变成你自己要保护。因为保护可以得到更高永续的价值。第三，要做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模式设计。生态产品的开发模式是价值实现的关键。为全力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近来我们在民族文化开发和生态农产品开发上下功夫，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发展模式，探索了民族文化开发的西江模式，打造了世界最大的苗族西江千户苗寨，建立了以西江千户苗寨景区与居民融合发展的西江模式，把景区门票收入作为民族文化保护和奖励基金用于村民共享发展成果，建立与利益分享挂钩的民族文化保护和评估体系。传统居民保护评分占比达到 70%， 提升了居民保护传统文化的积极性，西江民族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程保护和开发。另外，我们在南德苗寨开发中建立了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连结共享机制，合作社与景区公司共同经营，业态管理更加规范，保护和发展更加和谐。目前雷山旅游发展趋向全域化，旅游收入占全村农民可支配收入的 25%。 此外，大力发展茶产业等绿色生态农业，长期专注绿色产品的培育和发展。2017年茶叶总种植面积超过16万亩，综合收益覆盖面广，雷山银秋茶被评为中国名优茶金奖、中华文化名茶，雷山被评为国家级出口茶叶质量安全示范区和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第四，注重探索形式制度安排。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是一个大的课题，是长期和涉及面极广，需要各方相互协作，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科学核算生态产品价值，制定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空间开发保护政策和模式，为高效挖掘生态价值奠定基础，同时建立产品价值保值增值的利益导向机制，向越保护生态的地方获得越高的利益，向保护生态的老百姓收益，才能提高地方和群众保护与发展生态的积极性，从被动保护向主动保护转变。要建立好生态产品价值推介平台，这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必要渠道。特别是投资渠道和营销渠道的建立必不可少。现在社会上很多资金找不到资源投资，而很多有资源的地方又找不到投资商，产品需求找不到产品，产品拥有者找不到买主。比如中国茅台酒，如果没有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的展示，我们的西江千户苗寨如果没有在贵州省旅发大会上展示，都无人知晓。
第三部分，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惑，和大家一起探讨。一是如何更加有效将生态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快速转变，并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把生态资本收益惠及全体居民，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模式。二是如何建立良好的利益连接机制，在政府、社区、居民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循环机制，促进生态资本的保护与开发及有效管理。三是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推进过程中，一定区域内民族村寨开发存在同质化现象，不但面临的新情况有待进一步探索解决。四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往往周期长，收益率低，投资意愿不强。五是推进资本价值实现对外合作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成果共享。通过多年来的努力，我们利用生态和文化资源成功打造了西江苗寨等一批文化旅游品牌，打造了雷山银球茶等知名绿色品牌。今后我们将更加自觉珍爱自然，更加积极保护生态，更加努力传承文化，将雷山建设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旅游目的地，打造更多的生态产品，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此请邀各位您抽空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让我们共同携手加强交流与合作。借此机会请邀与会的各位朋友到贵州雷山走一走，看一看，体验雷山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情。祝各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吉祥如意，谢谢。